童星乔乔于慧乔在五岁时因爸爸拍下了她哭泣的画面而在网络上走红，随后也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深受大众喜爱。她于2019年出演《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剧中饰演贾静雯的女儿，亮眼的表现让人惊艳。当时还在念小学的乔乔展现出了对戏剧的兴趣，也透露上了国中之后还想要继续拍戏，不过后来专注于学业，也鲜少更新社群账号。日前她久违的分享了去看电影特映会的照片，如今已经是16岁少女的乔乔，身高明显抽高了不少。她以白色简约 T 恤搭配牛仔裤，一头挑染金发，加上她的灿烂笑容十分抢眼，网友们纷纷惊呼乔乔长大了好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差点认不出来是她了呢。Bye.